回参谋总长布莱代斯中将和随行人员一行，在我海军副总司令池中将的陪同下，今天上午首先抵达海军陆战队基地，受到了陆战队司令何中将的热忱欢迎，并且在大操场观赏了一队的操枪演练，然后还参观了陆战队的装备和各项训练的实况，对我陆战队配备精良和士气高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